2017年的四大运事实上，是国际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赛事，也是台湾有机会能够把台湾的精神能够宣传到全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所以我们很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一次的火炬的设计，然后把台湾的元素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2017四大运的火炬呢叫做君子之争。那台湾呢事实上盛产竹子，竹子呢就被古人称作为是君子嘛，所以呢就希望说能够以这个君子之交或者是君子之争这样的精神能够代表我们的火炬。竹材它是一个非常雅的一种材质，那欧美的话他们就没有这种竹材，那这次四大运它会用竹材也是蛮聪明的，它会用我们的传统的记忆竹编，传统记忆竹编在台湾也是蛮有名的一个传统记忆的部分，那让传统记忆跟四大运运动然后一种科技的一个火把来呈现，整个呈现出来我觉得是蛮能代表台湾独特的一个风格。事实上在这一次的火炬的设计当中呢，我们很希望能够去彰显台湾的传统工艺还有传统的制造业。那在传统的制造的部分呢，其实在台湾的中南部有非常多很优良的传统的制造的厂商，那所以我们这一次也大量的应用了这些传统制造的工艺在里面。那当然我们会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次的火炬呢，能够去把这些传统的工艺还有制造的能力能够把它彰显在这个火炬上面。那我们整个圣火从下面竹子的部分是用真的竹子去编织，用六角编织，那延伸到上面金属的部分我们就是用镂空的方式来呈现这个六角编织的造型。金属的部分它从下端到上面它的镂空是越来越小的，那我们希望说象征这个团结它是越来越紧密，然后延伸到上面的时候它是会融合团结在一起，那我们希望这个圣火的意象是可以跟这个竹编的意象是相契合的。那么在这个设计里面呢，它尝试着把火变得立体化，跟下面台湾的科技的 LED 把它互相的加搭在一起，让这两个东西不管从上或下它看起来它是一体的。换句话讲，拿这支火炬不是只是看到那个火而已，你会看到这整支它其实就是光的概念，它不光只是设计一个物件，它设计的是整个的活动的形态，使得人串联在中间以后整个东西就变得圆满。因为火炬很重要的部分在于火的呈现，那这一次呢事实上我们很幸运呢能够找到在台中的工业区，那这个老板呢其实他很有趣，他就讲说他们玩火已经玩了3-4年了，那他很希望说有机会呢能够帮台湾的这个火炬的设计能够付出他专业的这个技术的部分。这次的火焰从远远看非常的漂亮这个漂亮原因不是它天然就这个漂亮，因为火是没办法控制的，所以必须经过一些布置，比如说它出气的那个方向、出气的散布要经过一番的设计，才能够把火焰烧成这么漂亮。一把世界级的火炬重量要低于1.5公斤以下，我们的火炬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此外，我们的气体的燃烧时间长达20分钟。20分钟呢，是主要是为了在传递圣火的当中在衔接的时候能够顺利，然后呢，圣火的火不会熄灭。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所以说必须要拉长。工作团队也针对防风、防雨、隔热及高海拔的特殊状况做过严格的测试，并且获得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它是一把世界级的现代化火炬。台北是2016世界设计之都的主办城市，这一次火炬由台湾设计与制造，正凸显了台湾设计的实力，不容小觑。